说得出做得到才是真本事。鲜衣怒马折枝去，我借东风逍遥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喜欢我的频道，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，还有 Discord。还有今天是天心姐又曾在演在官方公告西哥人物技能的部分。然后大家的观众的反馈我都看到了，果然这次他的职业是暗属性的御风，没有错哈，不是侠客。然后大家都反映说，他的造型脸真的差太多了哈。好，那西哥天赋的部分，天赋异刃重形，队友主动攻击自身两个到三个范围内的敌人哈，则在对战中双方交战的后，立刻对敌方造成一次伤害哈，是误攻的50%，然后每回合只能触发2到3次哈。行动结束的时候呢，若自身两个范围内没有敌人，可以获得你隐遁。OK， 那也就是说 ，OK， 这就跟那个西哥没有关系了，西哥站在原地就好了。主要是他旁边的队友有把他旁边的西哥旁边附近的敌人干掉，这样子就可以有隐遁的效果了哈。OK， 隐遁的效果的 buff 哈，伤害暴击力提高12%到25%。然后，而且无法被敌人普通攻击及绝学锁定为目标哈，不可驱散。他遭受一次范围伤害，就是会或是行动结束，然后状态消失。好，这个算是附加的啦，就是有天赋的部分可以确保隐遁的状态。那另外一个是，应该他自身应该有隐遁这些招技能吧？就气血50%以下会有那个隐遁的效果。再来是符刃潜袭哈，无视护卫，然后攻击单个敌人，造成1.3倍的伤害。那而且你在隐遁的时候呢，释放这个绝学哈，对战之前会施加食欲跟风穴哦，那还不错。那前置条件先达成之后再放这招是最好的哈。然后风穴就是无法发动连击、追击、闪避，然后食欲是物防减20%，就还可以啦。好，再来是被动技能拢袭，暴击率提高10%。行动结束的时候呢，如果处于隐遁的状态，则恢复30%气血。这个是每回合都有吗？隐遁可以几回合？看一下，隐遁应该也是一回合吧？我看一下，好，它看起来是一回合啦，看起来是一回合，不过没关系，那至少。可以再回复30%的气血，还不错哈。好，再来是技能卧云流星闪，应该范围技吧。被动不受敌方烟雾地形影响，不受敌方烟雾地形影响。然后对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0.5倍的伤害哈，并在自身两个内制造烟雾。OK， 然后持续两回合。那烟雾呢，在烟雾外的敌方角色基于本次行动前的位置，无法选中烟雾内的目标。哦，等下，意思是什么？策划，我看一下策划，可以相互覆盖。优势是展开烟雾地形，敌方无法使用非指向技能。哦，选中哦，了解。就是在烟雾之中啊，你没办法用指向技能可以点到一面的人，就是挡死一回合之类的哈、哦，逼迫敌方只能靠近或进入烟雾作战哈、哦。这个能力在进攻跟防 OK， 就是要进去才能攻击，对不对？那意思是这样，我有理解错吗？就是你不能在烟雾外面放法术之类的啦，或者放无方飞剑，两个距离打他不行，你一定要进去打。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也就是说进去还是可以打啦。对，烟雾外的敌方角，对 ，OK， 没理解错，应该是这样。截影飞步，无视护卫，攻击单个敌人，到1.3倍状态。然后，如果是隐遁的状态之下释放了这个绝学哈，战后或者再行动 ，OK， 哦，再移动，对不起，再移动，移动而已哦，哦 ，OK， 好像还好呵呵，我怎么一直觉得还好？这是可有可无的东西。不过隐遁是在天赋里面啊，我怎么觉得好像还好？
好，霞，然后他的阵法哈，霞风喜刃阵，炎跟雷属性各一位哈。哦，不过他后面有不一样哦，物攻物防，物攻，哎，物攻物防，法攻法防15%正常哦。然后再来是单体绝学的伤害提高10%，感觉比较重要的是后面这个吧。这个如果打了创命，应该都很好用哦。单体绝学伤害提高10%，哎，哦，那这样子，哦，我觉得后面重点是这一个。哦，反而阵法比较好，可是我觉得技能部分就普普啊。我觉得烟雾感觉好像比较偏向是PVP 专用，欸，也不是专用，就是 PVP 可能用到情况比较多，或者是这个烟雾可以当雨势的话就没办法进去了，也没办法点了，因为雨势大部分是两格嘛，大部分是两格，所以雨势的话你就打不到烟雾里面的人了。我想一下这个理解对吗？对啊，到应该打不到。你进去，当然啦，你进去还是有机会啦，就是要看那个烟雾大小是多少。因为我刚刚这边 GIF 图看不到，假设它的范围有是展开三格的话，那雨势进去还是有机会打到。但雨势进去就是找死嘛，对啊。OK， 我是觉得还好啦，我是觉得还好，技能都被动技能也还 OK。我觉得就是中庸啦，我觉得是中庸。我看一下，但是隐盾可以附加伤害跟暴击啊，再就这个，应该剩下的就我就觉得还好了。但是看起来是一定要六星啦，都是废话，六星都蛮很强，25%真的蛮多的，欸。好啦，我觉得主要是阵法吧，阵法这个单体绝学伤害提升10%，真的蛮多的。好，那以下有这个策划的这个总结，我看一下哦。单体爆发跟团队辅助技能 ，OK， 然后天赋隐遁可以造成目标致命伤害哈。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阵法不错。那技能部分呢，就大家参考就好了啦。然后魂石部分是吃电鬼跟头狼，可以理解，冲暴击跟移动的步数。好啦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技能的部分还 OK， 天赋自带隐遁啊，然后增加伤害跟暴击，这是不对他对他而言是不错。他大部分都是单点技能啊，而且他又是暗域风，血量一定是不高的，因为他不像，而且他又不像见血，他还有天魔护铠，可是西哥是看起来是没有一个防御的技能哦，对，应该是没有啦，隐遁而已啦 ，OK， 那。阵法不错，阵法是单体绝学伤害18%，这个我觉得很重要，放阵法也 OK 啦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西哥这个技能介绍的部分。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